香港郵政首次為立法會推出一套嘅特別郵票，希望加深市民對立法會嘅認識。楊家俊帶我哋睇下。這套以我們的立法會為主題的郵票一共四張，分別展示了新舊立法會大樓外貌、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廳和立法會主席座椅，左上方亦都印有立法會會徽。我們從內從外都有將立法會新大樓甚至佢一啲部分嘅歷史都有顯示喺個郵票嗰度嘅。其實我哋每次出特別郵票咧，嗰個手入封嘅背面咧，我哋一樣有依個內文嘅。咁所以市民咧喺集郵之餘咧，佢細心閱讀我哋提供嘅內文咧，亦都係可以知道嗰套郵票想帶出嘅主題或者當中嘅內容咯。除了特別郵票之外，香港郵政亦都會推出一系列嘅相關郵品，例如係小傳章、套摺同埋板票等，亦會同立法會合作，以呢一套郵票製作相關紀念品。呢一套郵票同埋相關嘅郵品將會喺星期四開售。其中呢一種以蓋銷首一封，即係已經蓋上咗特製郵戳嘅首一封，就只會喺第一日開售。亞洲電視記者楊家俊報導。